在他昨天说，就是珊珊比蒋万安更有处理问题的能力。不管什么样的人，偶尔也会讲对的地方嘛，所以这个算是汪世坚讲很正确的地方。汪世坚虽然是头号可黑，但他昨天说就是珊珊比蒋万安更有处理问题的能力，而且他觉得蒋万安太软弱，那珊珊是赢过他。没有，是这样的，不管什么样的人，偶尔也会讲对的地方嘛，所以这个算是汪世坚讲很正确的地方，对。那怎么看？就是外界分析说，副市长有可能未来跟您一样，在第一次参选的时候，可能在七八月出现一个黄金交叉。这个还是认真工作吧。这个七八月离现在还很多个月啊。陈思宇说，黄珊珊现在是要一个人大战恶魔，你怎么看？也没那么严重啊，不行，那。我们应该试着把所有的，即使有所有的竞争对手，也把它视为一个 partner 啊，这才是竞争，但你可以当成伙伴，不用不要不要不必把人家当敌人。